五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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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。更我不是啊，花枝比较软。软丝呢？我说花枝比较软。嗯，爱什么软？爱什么软丝？一本本花枝。扎实啊，它比较扎实。啊，软丝哎。就比较扎实。轻了吧。老人家吃花枝啊。老人家吃花枝。中年人吃套丢啦，少年人家。恰张两块五包啦。是哦。牙齿。恰张嘞，两块五包。两块五包，恰张。恰张。五包。五包，老板，五包。来，五包，老板来来。哎，够人来无？五包。够人来无？来。恰张嘞。来。恰啊，给老婆。啊，无啊。还有没有给老婆？无啊，无物件啊。无物件啊。老婆啊！老婆叫你买，要买啊！我等下看他呢。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，龙虾几只一千啊？两只两千啊？对对对，变两千我搁送你一只啦。这是台中的啊。两千，两千，一只就一千了。啊！这只一千，这只一千块啊！你要这只也可以啊。啊，是没？这是火的哦。火的。火的哦。这只不是冷冻的。这个煮多鱼的会不好吃。啊，这2000有人来无？2000。两个人客哦。三个人客。三个人客对哦，2000。三个人客。三个人客。2000有人来无？2000。三家2000。2000无人来哦。无人来，无多啊。你是讲我咩无五百？这足贵的呢，2000无人来无多。买好啊，好啦，鲍鱼。鲍鱼哦、喔，鲍鱼有人来无？九孔鲍，挂壳的，煮鸡汤、煮菜头汤，掺落肚啊。啊是啊，迄蒜蓉酱用电锅用炊，蒜蓉酱、五味酱拢会使。这一口人爱卖800呀。对哦，啊500。啊，哪一个500？这一口要800，两口爱偌济？两口1600。9500有人来无？1000就好，两口1000。1000块三桌面这些哦，哎，现在桌上这些没有，没有东西的哦，摆好就好。还有三只土托，哎呦，三只土托一包炒虾仁，正面的一盘，龙虾，羊肉炉，羊肉炉六盒，鲍鱼两份，手卷，没办法，手卷可以吃哦，来吧你拿，来，什么？这样子我两百五定了。哦，来给你。好，哇，什么到店了？泡土两百五，羊肉两百五，来先。啊，泡土的，泡土的。收尾了，后面没东西了。就这个而已。泡土很老的，目睭够金的啦，目睭金细细。泡土，泡土有人来无？一尾四斤啦。对啊，快没货了，真的、啊，没什么东西的、啊。后面应该看到，也看到东西了吧？我叫三个人开头啊，2000有人哦，一尾2000，2000块，很老的，看把手金的。你现在才在赶过来，你从哪边赶过来？后面没东西了，你现在赶过来。1500块，1500，1000，下来啊。一千无人来，千块无人来，一
1000块，1000块有人来无？1000块。今天只记得没有送过。1000，1000无人来摆咧。电的啦，电的啦，不是冷冻的啦，电的啦。1000块无人来就摆咧啊啦。你现在过来，啊、背包人来无？你现在过来没有？没有东西了。现在过来没东西了。背包来，还1000个来。当然来，你要1000。哎，你要大字也可以。就来，就这样。来，来，来。啊，变。哎。Magic。哎，过来这边。你呀。再拿一个袋子，再拿一个袋子。哦，没了。啊，那个是没人来哦。啊？千二块，没人来哦。对的。啊，这边的。来。真的。千你十五啦。千带买的拢假的，带买的人客拢空的，对不？啊，这个吓人呢。你有啥物代志？我分做三个啦。你有啥物代志？500块啦。这样大粒，500有人来无？要许万不能生吃啦，生吃，等下肚子痛。好吓人呐，好吓人！来，我们讲料理解说的很好。有吧？有什么？500，有人要吗？你好，鲑鱼糖对不对？对。没有，那个一下就没了。500没人来哦，500。你讲的时候已经没了。400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没了。赶快杀！100分千里啦。100分到1000块啊！400，好吓人。400块人来了，啊，400块人来哦，400块人来了，好，400块人来排咧，这贵度条无多啦，我多，250有人要吗？250，200块啦。鲑鱼肚条啦，一台300，啊，拢分分的啦，我拢甲分分的啦。不卫生。这不是都没有了？对啊，就剩这些而已。就新的哦，新的铁锈哦。那你就分12个就对了。好啦，分分的啦，鲑鱼肚条甲分分的啦。1、2、3。一箱做四个人就好啊。收做四个人对啦，就高。12个，收嘞。2个，2/32/32。你收大胎吧？你下去就对了啦。布林早，虾子没有了。不要开胎了。哇，没有了。都没有了。我要等下，我要闹炉，钱财，十公澳门不用钱，那已经把加一箱啦哈，过来，4500而已，4500，可以，还有，你没换哦，大虾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大虾仁，4500，大虾仁那个就是炒虾仁啊，炒虾仁啊。好，一箱拿去哦。有这贵的啊，这人家这贵的啊。你年头前迄两箱嘞，靠腰你又无够爽啊，我看就知啊。我有货哦，我有货哦。我甲你讲分12个哦。哦，双重哦。没啊，好啊。还今晚分几个啊？元老，干嘛咧？元老。后边够有啦。你话有哪边个？手足疼呢。购物，有9个哎，还有这里还有啊，有9个啊，还有他大牌啊，啊，在干嘛？下搞下搞了，对啊，我搞下搞啊。
那一只你卖掉了。副驾驶卡，副驾驶卡。龙虾。对啊，卖掉了。卖多少？八百了。好。那一只卖掉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二三箱做十二个尔啦。四箱。四箱做十二个啦。赔钱了啦！当然赔钱啦、啊！哈哈，粘在你的脸上喽！不会啦，现在九个啦，九个啦！快睡着了，你我手快烫死了。一皮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那个啊，三百啊，三百啊，一二三四，一千块。不要乱来！不要乱来！好了没有？那几个算下，是再少一个。差不多了哦，哪里差很多？盘子也差很多啊，这个大，这个比较小块啊，这个盘子啊，盘子也差很多。